先别打开，等他们坐进去先。还有人吗？稍稍递一下头，每排可以坐4个人的。好。好了，麻烦，那打牌就可以坐下来了。老板，这些都可以坐，不用往里面坐了，前面也可以坐，后面挤的话可以上来。 后面挤的话可以往前坐，往前坐，不用。那个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那你看后面人，那你看后面人。坐哪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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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
现在右手边看到这一系列木质建筑群是洞穴的建筑，依附在水的上方，我们称为水乡洞寨，里面主要是少数民族壮洞窑苗的一些手工艺品，在水上游览结束大家可以前往参观的。右手边这座楼是我们的绣球楼，里面会有抛绣球活动，那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一个绣球。绣球它是吉祥的代表和爱情的象征。右手边那一座楼是我们的壮族最典型的建筑。俗话说，凡有洞寨必有寨门，过满红灯笼那个门是我们的寨门，那我们也是从这边上岸，这边是二号码头。他用球要钱的。昨天我跟人商量，真不冲过去。我说你带你抛绣球到去了。前方大家看到那一座小阁楼是我们的壮乡楼，里面是壮族的小姑娘和小伙子，那大家可以用壮语猛迷跟他们打招呼，猛迷就是说你好的意思。说到我们游的是燕子湖，它的位于前方那座山，山脚下会有一个岩洞，里面栖息着许多燕子。春回大地的时候，燕子在湖面上盘旋飞舞，久久不肯离去，我们就称这个湖称为燕子湖，它的洞我们称为燕子岩洞。
birds. Stems, huh? You can change it for free.
What? You can make a stem. No. Their own little waterfall. Where? It's in
为啥住他？哎呀啊，木梳，这梳子它不是一般梳子。Thank you.
Like an alarm. I think the birds, they learned something from the motorcycle, from the alarm. It's the same. Thank you.